So then be isn't that idea about all the other sea? The reason why I'm probably going to slow down. 你还要多久啊? Okay, 朋友们好，现在要冻死了，现在是零下2度。 可能你们好奇为什么我们这么早起床，其实今天我和夏晚爸要去社区里面做志愿者，我们现在打算去吃杭州的早餐，顺便看看早上的杭州。 很好听，很好听。原来中国人都会功夫吃出来。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古代，是杭州哪里？就杭州老的CT山城。超级漂亮。对啊，这是古代的杭州。是不是我们还没去过？对，我们也是第一次来这里。就看在那个。 阿姨就你看到这个小狗贼啦，是，然后这个阿姨就直接捡起来，就这里的人真的很讲究卫生。对啊，这边的人很讲究卫生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吃早餐，你有想吃的吗？我今天带你去吃甜豆浆吧。甜豆浆 ，OK。 没有喝这个腊八粥是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腊八节，每年就是，有这么一个腊八粥。灵隐寺其实也是很多年一直有施粥这么一个传统。腊八节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一个甜甜蜜蜜的一个象征，里面很多东西啊，桂圆、花生啊这些，都是一些象征这个中国传统的一些比较有寓意的一些事啊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自己回去。 对，我回家尝一尝。对，谢谢。嗯，辛苦了。那我们。
们社区它有13个小区，13个，对对对，哇，很好，公司也比较多，可能就毛4000户了。然后居住的人口的话也有要，就是上回人口普查都已经8000多了，这个差不多要1万多，一万常住人口要1万多。哦，那挺多吧？对对对，全部都是你们管理的。对对对，是的，这只是说一部分的内容。对，其他的话，比方说，你看有几退，就是企业退休这些的一个老年人的一个服务，我们有一些是助老的。那么助老的话嘛，就相当于民政这块，我们要管的是有退伍军人也好，然后是独居老人也好，孤寡老人，这些都是，然后是相当于是从刚出生的婴儿开始管到一个老年人，所以他们一辈子都是你们在管理。是的是的，好辛苦，好辛苦。所以这边小区的气氛非常好，这边的老年人打麻将唱歌就超级开心，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很丰富，不像我们国家老年人就去酒吧或者去教堂。你知道我们接下去要去哪里吗？不知道。派出所。为什么去送粥啊？你害怕吗？害怕。有什么好怕的，我进派出所就像回家一样。回家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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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到家了。那警察叔叔，我能问几个问题吗？好的。你们警察都会用功夫吗？会的。你们是自己学习还是怎么学？我们是通过正常的警校培训，老师教学，所以每个人都会，对吗？对。那你们受伤拿枪吗？平常有佩戴的。平常需要带，对吗？对，是的。有人没必要吗？还是大家都带？值班的时候，就像值班的时候，对，值班的时候。那跟我们国家也差不多吧。那你们值班的时候有什么任务？平时干嘛？平常因为有很多纠纷要我们前期去处置啊，有一些日常的，我们自己，公安管辖范围真的有一些警情案情需要我们值班的同志先去处置。那你们会白天上班还是晚上也在上班吗？值班的人是24小时，24个小时都有。然后正常。可能会有一些加班的情况，晚上也有加班吗？对，晚上加班比较多。哦，这样子。所以今天我们去了很多社区，这边工作人员其实是非常忙的，尤其是像今天有节日的时候，所以一整天就一直很忙。我们一共去了4个社区送粥，但是都是非常远的，所以也没时间好好拍，但是主要是今天的工作是做志愿者。所以刚才我回家了，然后我收到一个奖励，就是一碗喇叭粥，所以现在我们一起尝一下。但是有点烫，所以要小心打开。打不开。哦，粥里面肯定要加一点点汤。对，可能放太多了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，很甜的。OK， 有点太多。糖尿病要来，但是没关系。所以原来喇叭粥没有8种东西在里面，而是更多。尝一下吧，是味道挺不错，很好吃，感觉甜度也差不多吧。其实今年的情况很特殊，因为新冠肺炎的原因，
所以我跟很多中国人一样，就是选择过年不回家了。所以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很有趣的活动，就是做志愿者送粥，给警察叔叔还有社区里面的老年人送粥。我跟社区里面的工作人员聊天以后，发现他们其实是很辛苦，因为我走以后，他们还要把粥送到一些比如年龄大的老年人，需要独特送给他们每个人的家里。其实我们国家也有这种社区里面的工作人员，比如我阿姨就是做这种工作，他们比如每年新年的时候会做一些活动给老年人还有社区里面的人，送给他们红葡萄酒还放鞭炮。虽然今年我是在中国过年，但是我还是可以感觉到非常的温暖。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，过年都会有人送带来的祝福。所以谢谢你们看到这个视频，然后不要忘记给我点赞、投币、转发，拜拜。